为着加强防手、防窃盗、防诈骗，保利警分局长吴雪晶率领团队前往保利镇第三市场进行预防犯罪宣导，并赠送民众警方特别制作的防疫嘴安。除了提醒民众注意随身的钱包、物品以外，也加强防疫工作。南投管理员陈义军、保利镇长廖志祥也做会参与宣导。有人会去偷摕咱准备菜篮仔内底的皮包啊，也是咱买的菜。好，啊，伫遮我特别邀请咱的分局吼，一定要来加强巡逻。今仔日保利警分局出动大批人马，前往保利镇第三市场，分局长亲切来提醒民众。在不唔通离心。是呢，有闻到那个在菜市场这边哦，有一些婆婆妈妈买菜的时候，那就是把东西放在菜篮里面哦，那又到另外一个市集这边去买东西，那结果那放在菜篮里面的东西就被人家拿走哦。那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那今天特别到市场这边来做相关的宣导。那此外，本分局这边的话也会加强相关的菜市场的那个检查速窃的这个勤务。那这边也呼吁民众到菜市场哦，随身的财物哦，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最近南投管理员陈义军有接到民众反映，表示放伫机车菜篮的钱包啊无去，要求警方加强防窃的宣导。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这个第三市场哈，来做宣导。最主要是因为呢，最近接到一些民众的陈情哈，特别提到就是说到第三市场来买菜的时候，放在菜篮里面的，不管是菜或者是皮包，都会不翼而飞哈。那所以呢，我特别拜托这个埔里分局哈，能够来做一些宣导，提醒大家。埔里镇长廖志祥嘛表示，希望议员争取经费，伫市场来增设监视器。加强防窃的工作，要求吼，咱第三市场吼，公所遮的这个管理员吼，会当加强落去巡逻吼，落去注意讲吼，这个头仔吼，拢会偷摕遮的物件，而且嘛，要请这个议员吼，陈立军议员吼，伫明年吼，伫咱的这个地方的建立款的时候，会当来装设这个流动的这个活动的录影监视器吼。除了预防犯罪宣导。保利警分局嘛，赠送民众特制嘴安，加强防疫的工作。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